这个是它的静止状态，是一大堆 LED 灯，全彩 LED 灯形成的一个图案，那蛮炫的哈、哦，就是可以做出哦浮空投影的效果。哎，全息投影啊、哦，透明的哈、哦，这是因为伊内底有迄个 LED 啊，才产生图案。哦，规只哎呦，敢那足 3D 的呢哈、哦，哦，左右角度都可以看到。啊，可惜是简体字哈，还没办。那你用 APP 就可以输入你要的相关的图案哈，然后成像。在目前在大陆那边很流行。那我现在拍出来的结果呢，会有这个快门哈、哦，快门跟它没有办法很完美呈现，你就是个用相机拍的，用手机拍拍不太起来，用相机拍哈、哦，快门的速度调到。这要调50分之1秒左右，应该就有机会。好，谢谢。